可可生巧浮团，这个是可可汁的哈，冷藏一下就口感更好，里面像冰山熔岩的生巧一样，外面就是大福的那种糯米皮。吃起来就是很醇厚的生巧味道，中间还有法芙娜的脆脆珠。这个之前便利店都是有同款的，里面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独立小包装的。吃的有点停不下来。里面都是可可汁哈，宝宝们可以放心。它是这种软糯拉丝的，